是不是一个用途啊？啊，丹凤朝阳，我对他，我可以这样对他，这样对他，这样对他一样是空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样对他，这样对他的时候，我这边是侧面，这个手是这样的，这个手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这个手下面的手呢，方便什么？我下面的手方便您回来，方便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的力量大，这样子。上面的手呢？上面的手方便什么？方便第一个方便这样子，第二个方便这样子，方便这样，怎么样？所以当我摆一个这个架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晓得我一个在这边，一个是不是？所以当他进来，当他从正门进来的话，这边的话，他这边。到拳里面的话哈，他这个开一定是准备着下一个打，他不可能，当我这样摆，他不可能说这个就能够打到，所以我就讲，攻击的人，当我摆一个手势，攻击的人第一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改变我的防御正势，改变我的正势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定是要，因为我设一个局给你，所以你的手进来，一定是要让我这个变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变到这样漏了，接下来他要这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打这个那个手了，那个手打热嘛，我这不是漏，我有没有？因为我当我这样的时候啊，你不敢直接打嘛。因为他这个直接出力的话，我怕就打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这第一个出来，一定是让我这个手走，我的手一走这漏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一定是打这个，他打这个，照拳里面是这个手就下来吃，从这边吃下，然后从这边打，怎么样？可是。不一定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这样子，你那个手下来，一样的。他，我这个人这样，他的拳来，是不是？他拳来，我来劈呀，我就直接这个劈手，直接这个劈，因为上面的手利于这个动作嘛，这个手就变成离弓拳的那个，就变成这个。所以，当你摆一个架子的目的是什么？